我就在这里长大。你太好了。这个是不得搞。不得搞呀。哦。现在我们这帮人呢，都已经退休了。不，我们这些人也以前啊受过穷，挨过饿，也经历过许多运动，就是政治运动，包括文化大革命运动啊什么运动。我们这些经历呢，是跟我们下一代也没办法比的，他们也不知道是以前的。怎么会吃不饱饭，看不起病？那正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。所以你可以听我们的演奏，我觉得我们的演奏还是很有底蕴的。因为你只有知道从哪里来，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去。那些事情呢，给我们只有使我们更加成熟，更加强壮坚强。而且我感觉到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财富。